韩国首部占卜恋综有多癫，占卜师们面对面相亲，互相就是直接开挂，看对方是不是自己天作之合的恋爱对象。나도도전많이했어난우리한테안돼而八位单身男女入住小屋的第一天，就有男嘉宾对着女嘉宾直接预言，촬영부담중에울일이있을것같아요。而他全程只靠塔罗牌寻找恋爱对象。塔罗를보면다알수있는거계속이렇게집중을했었잖아카드에그렇게나왔어요结果在小屋里抽到不好的牌时，他当场就崩溃了。됐습니까생각드십니까而有的男嘉宾眼神仿佛能看到人。어디있으세요전주이시하진않겠다보이실것같아뭐보고있는거아니야오좀친해而节目组甚至还提供了每位嘉宾的出生年月情报，让他们提前预测恋爱对象。지영이어떻게하실까이사람은어떨까요이런느낌을받는데맞을까요속으로이제질문을하고웃게되더라고요저는이루어질것같기도한데요所以这样的恋综你觉得真的能成吗